文化差异冲击大，外国人就爱大惊小怪。法国人来到台湾，他们就觉得很害怕一件事情，就是一条鱼在桌上，一只鸡在桌上。问题是你们会有头这个东西？哎，对，就是鸡会有头跟眼睛。日本人会吃鲑鱼的那个眼睛啊。小时候我很笨，所以是妈妈一直要。你大的时候也很笨。对，我可以啊，我证明没有用啊。一定要锁定今天晚上11点，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